者洪素金台北报道，王尚豪参加明视武力全开50F4特别企划，选择难度极高的森巴。只见王尚豪游刃有余地掌握森巴的律动及节奏，台下还有自称武林高手的姐姐及观众高度赞赏，整个嗨到不行。主持人还邀请他上台与王尚豪跳一段森巴，但没想到一上台对跳，两人的默契完全不合，只能笑翻，说像是古惑仔在欺负良家妇女。不过王尚豪在录影后一跛一跛地走出摄影棚，表示脚趾甲大拇指有受伤，但因录影中一直不敢脱鞋子看，穿舞鞋脚一直往前滑，痛到无法走。王尚豪感性地说，谢谢节目给我成长，知道我的不足，需要更努力。坦言以前不懂事，来到这舞台心态不正确，常有抱怨。自豪跳帅气街舞出身的他，怎么会来跳国标舞扭屁股？王尚豪曾歧视过国标，明视提供。